是超级梦。是超级他是他们自己要照的，你现在别人在照相，你拍他们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你在是有肖像权啊。OK， 谢谢你。公开活动讲吗？公开活动我们是大会，我们有权利可以邀请哪些人可以来摄影，哪些人不能摄影。如果你现在的影片如果拖到网上，我们可以主张，因为这是我们是大会主办的东西。香港交代。谢谢你，我是裁判，我是会场管理，你可以针对我。你终于要交代了吗？不是，我是会场管理，我用我的管理的权。大会报告，我们跑到紧接在后的是桃园区卓溪乡、海端乡、卓溪乡、海端乡以及延平乡。大家都不要为难，好吗？可以吗？画面够了吧？好。现在进入最后一圈。对不起，我们禁止你拍摄。大会报告，我们大队接力是禁止。警察，
我不必找警察，这是我们的场地，这是我们的场地，我们禁止你摄影，请离开。对不起，你可以在这边观赏比赛。乡长交代的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乡长交代，一点。大会报告。跑道上现在马上要进行的是社男组八百公尺的决赛。你为什么不能摄影？介绍到此。我们有权利。第一道信义乡。你自己的所作所为，第二道延平乡，在网络上也欣赏过你的大作啊。第三道我们这么会卓溪乡，好吗？第四道大家互相桃园区，这不是自由。第五道桃园区，我们大会，我是大会的会场管理，我来海端乡。第八道卓溪乡，谢谢你，好吗？大家一起帮忙。李先生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现在要摄影怎么了吗？你现在如果把我们达成一个协议，如果你躲在一个角落，我没看到你，就算好吗？你可以到。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吗？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吗？没有告诉你吗？是超级棒。
个干丁娘国骂哈，阿美族语怎么翻译？阿里半福音呐，你说阿里半福音呐，你说用手去抠鼻，那个抠鼻怎么讲？丢丢啊不给，丢啊！再一次，再一次慢一点。丢丢啊不不给，丢丢啊不不给，丢丢啊不不给。哎，哦，抠鼻啊！吹喇叭怎么翻？吹喇叭，就是女生帮男生吹房啊。哦，咪这不是房啊？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咪这这不房啊？男生那个自卫打手枪的动作怎么讲？咪苏拉苏啊？咪苏拉苏。你们那个做爱怎么讲？咪阿里，咪阿里。哦，很爽怎么讲？打苏爱。A 片阿美族话怎么翻？阿里拜都。加速！阿里拜都！加速！这快要经过他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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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请你尊重我们的活动的进行，也希望你们呢在报道上也不要做一些批判，谢谢。也希望你们呢在报道上也不要做一些批判，谢谢。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他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他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他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他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是超级棒。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他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他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
他刚刚讲说他那个冠军的那个动作怎么讲？冠军那个自卫的动作怎么讲？张子举三零零啊，不然怎么讲？三零零啊，张子举三零零啊，不然怎么讲？三零零啊，张子举三零零啊，不然怎么讲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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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零零啊。是超级
鸡飞狗跳。鸡怎么讲？大就那么难了。飞。拉嘎狗。好运跳。好棒！怎么会问这个？好，那个不是玩让小朋友学单字。哦。红男绿女怎么讲？红怎么讲？嘎啦。男生。玫瑰。绿色。大象。女生。美丽。好。吴宗宪有一首歌《屋顶》，屋顶怎么讲台话？屋顶哦，拉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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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拉木。那月经怎么讲？那是血，拉木，拉木，拉木是血，拉木是那个很像，哎，有一点像，翻一下，那个有点像。你不能是讲月经，说血，血是拉木，拉木，拉木跟拉木不一样。你再发音一次，拉木屋顶，拉木。拉姆哦，拉姆，拉姆。那月经呢？瓦汉，月经是瓦汉。好，瓦汉是。保险套的话，讲到太阳话，怎么可以形容这个新产品？是嘎巴。嘎巴。怎么形容比较贴切？嘎巴是袋子，是不是？还是？就是那个，就是稍，就是类似袋子、啊那個，类似那个意思。但是它国语是叫保险套嘛？那太阳话怎么翻最贴切？就是那个翻译的艺术。怎么形容会大家觉得说哇，这形容很棒。撒入的嘎巴。撒入啊，撒入乌达嘎巴。撒入是什么？撒入是包。乌达就是你的那个嘛。男生的器官阳具嘛。嘎巴就是那个套子。撒布乌达斯嘎巴啊，撒布啊，对，应该是撒布。好，那个叫乌达是那个喽，也要讲哦。可以啊，有的看一看怎么形容都可以啊。撒布嘎巴乌达斯妈妈。好，对。那个我们常吃那个热狗哈，照字面翻热怎么讲？热狗。哦，原来是。香肠怎么翻？很像是熟干巴嘞。那个大肠呢？又是。So gamba la yus 啊 ，so gamba la yus， 对 ，so gamba la yus， 辣妹，很辣怎么讲？很辣，很辣，没辣不嘞？那个妹妹怎么讲？所以跟那里，那个谢金燕那个姐姐怎么讲？唱歌。苏燕跟那里。我们玩那个扑克牌哈，大老二要怎么翻？欧巴乌达斯，胸罩怎么讲？啊不。奶嘴帮我照字面翻，奶怎么讲？布布，嘴巴，呱，卫生棉要怎么讲？如果讲吸血的布要怎么讲？小没有，大棒小大木，尿布呢？尿尿怎么讲？布的毛，蝙蝠怎么讲？小兵，好，那个小兵，人怎么讲？姑娘。假病是蝙蝠侠可以翻假病是狗粮吗？哦，对，可以哈。超人哈，那个超级超人，那人是狗粮，欧巴是狗粮，是狗粮是人嘛？哦，超人。乌鸦怎么讲？甲公。那乌鸦嘴怎么讲？甲公瓜。排骨怎么讲？肯尼。那鸡排呢？鸡就是鸡嘛，那大肯尼，那大肯尼哈。那个腿怎么讲？母鸡啊，母鸡，母鸡有一腿怎么讲？马克虎的母鸡。五大师比比，一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比。